我们没有什么目的，我们就是觉得自己每天生活在这里，你知道，每天吸这种毒气，健康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毫无作为。这个垃圾场对这里的毒气还有这个对人们的危害已经特别特别严重了，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激发了这一片的民众，他们已经公愤了，因此我觉得这件事情十分的严重。对，哪个前面咱没气过，是不是？哎，我们中国这个刚才已经说了，就咱们国情不同，咱们气味风更大一点，控制更难一点。但是我们这个也有起步标啊，我们还都在探索，还有很难气，我们正在去克服。也希望咱们居民能理解。我告诉你，大爷，不是说随便乱。人民养育了你们，你们看着办吧。这六个人不让走呀。是啊，大家好，让点，把这块让过去。那边可以进去，那边可以让。